妹你先绑马尾，对不对？你先抄。上次每次都抄圈圈。下次你绑马尾，我就让你先抄。可以是两个都绑马尾。嗯。你绑马尾好可爱啊、喔！两个都绑马尾怎么办？嗯，那就去比较可爱的先抽。75、65，可能都是那个啦，明信片。对啊，你们之前不是很喜欢明信片吗？我喜欢啊，我也喜欢啊。明信片快送完了。107。哎，为什么又是我抽这个？107啊。对，204哎。哇，都没有嘞，厉害。104班哎，可能没有107班，103班我要中了那个号码，而且还是我要中抽到了，我要中了这个号码5。嗯，5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下5哎？几号？好几点半？5会啊。对，要记一下。我都没中啊。哎、欸，谁啊？都没中啊。都没中。所以只剩这几张明信片哦，我要抽，所以数量有限哦，抽完就没有了。真的吗？嗯，三张。哦，都没有。大哥，大哥，米豆子，最后一张了，我一定要抽大蝴蝶。过蛮快时间就骗出了大哥。我为什么骗他？好像没有蝴蝶了。蝴蝶是一种，那我想要这个，好，这是那个，这是那个，好，我三个，这个最好。完成的大哥，这个是我也不知道时间完成的豆子，而且头上还有个结，而且等一下我会带你们去在夜在暗暗的地方下看的，你会看到大哥的某些身体的部位在发光。对，你猜一下，等一下看你们能不能猜中是哪里会发光。给你们10秒的猜，10、9、8、7，头壳里面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这个太豪华了，所以我盖住。好，这个是我也是花了非常少的时间完成的。小孩们，然后这样，他们每一颗都会发光哦，每一颗相机看不到，一部分都会发光。好，换我。我这只是我同学送我的迷豆子，男生还女生送的？女生，那可以。我朋友都女生，没有一个男的。有啊？没有。兔头彩？没有你。好，这个是富士川探学迷的，学迷的照。这个是一只做自己的照，就是他拿下头道。头道是什么啦？没拿好。头穴道啊。拿好来，三，还没拿好。一只树的头道，真是头穴道。听起来合听。哎呦，好饿哦。好，那我先一一介绍他们是什么吧。我是依他们的羽枝或者是发色做出来的，或者是它一些特征。好，这是卡玛多探治郎，米豆子。卡玛多探治郎，番茄探治郎，卡玛多。我配音哦。这是卡玛多 Netsuko， 也是卡玛多。再来，这是不死川石迷。然后它粉红色是它的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这个是一黑小芭蕾，黑白它的特征，黑白哎、欸、对，它羽枝，
们发色，你跟炭治郎差不多。对啊，可是他会考过。这是我七善意。你的纸，你的纸妹妹。这是嘴平一只柱。然后一人摘一张贴纸来。哇，中大奖！嗯，今天太逊了，都没有抽到。今天都没有抽到那个五彩，给你们五彩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有了，我有五彩了，我有五彩。这边给我出过五彩。不是五彩，是五彩。这半夜月恋先生的五彩。月恋先生的。我有一个是丽的，是丽的老公。然后呢，虽然真正的月宴已经吃了，你帮我介绍。这个是卡玛多天气，我不知道看到什么了。脸变卡玛多哈，红色的。对，看到蜜。哦，脸变卡玛多。没有，是蜜。哎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看到蜜的呀。哦，妹妹的马尾好可爱哦！对对对对对，不对，他是看到这个笑的。然后虽然他看到这个笑起来，可是他在后面。你们要爸爸相十个的？没有。顺便再订阅我，每天晚上六点都是睡觉，小姐姐拜。哎，等一下要去看夜光啊！好，走。走吧，我现在把门关起来哦。好，这是开关的灯，然后我看有没有荧光。哎，有嘞，哎有嘞，小你拿好。看不出来是那个炼狱，因为只有荧光的地方，我近一点好了。为什么不拍到我的脸吗？哎，有点炼狱的，请等一下，手动对焦。哎，有点炼狱，有点哎，拿好，有点恐怖。你这个位置好，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，有点炼狱的感觉，不是炼狱啊，那个叫炼狱新兽狼，不是有点太暗。还有其他的小兵呢？这里在我手上，哦，都是发光的呢。哎，为什么不录我的？我没有看到你的。然后呢？妹妹的在哪里？这里。接下来要来揭晓，这是答案。等一下，有妹妹的有。好，这是你们刚才猜的炼狱新兽狼，它的答案是眼睛、纽扣、披风，还有腰带。我看一下，我没看到。我这边看也看不出有荧光啊。不，这有荧光啊。有。我看这相机拍得出来呢。来，请拿起来对着相机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这是你们刚才看到的不死川十名，因为他看得到财务鬼嘞，对呀，因为他的身上有两个是正常的，所以呢，你们会看到的是大鱼和小鱼的图案。好，这个是一黑小斑嘞，姐姐是用他的羽质部分，他羽质是黑。我现在看不到妹妹嘞。的，没关系。我眼睛看不到妹妹嘞。我眼睛看得到你耶。是啊，因为我镜头反射到我的脸，荧幕，但是我看不到你们。好，我先走。好，我介绍好了。他要去哪里？